直播吧。8月13日讯，上海申花俱乐部昨天宣布暂停范志毅预备队主教练职务。据沪没有新闻晨报消息，事情起因是因为申花球员孙锡鹏在禁区内被铲倒，裁判没有判罚。在昨天的预备队联赛中，申花客场0-2不敌上港，张恩格、李胜龙进球。据该媒体消息，比赛还剩最后5分钟的时候，申花球员孙锡鹏带球突破禁区后被上港后卫铲倒，当时主裁没有做出判罚，申花教练组向主裁提出申诉，主裁询问边裁，边裁回答着没看见，引起范志毅的不满。赛后范志毅找到这名边裁进行理论，边裁回应道，我就是没看见。随即双方发生了较为激烈的言语冲突。据足球报报道，范志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这个事情我不需要说什么，我只需要一个好的足球环境，把自己真实的水平展示出来，我在场上不能无视这种乱吹的行为出现，这样胡吹是影响队员的踢球积极性。